一个猫，两个猫，三个猫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毛，订阅三毛，让你铃兰之界玩得更好。今天八月九号，赶快速速跟大家更新最全最新免费的礼包序号啊，礼包码、兑换码、虚宝这些等等的免费资源给大家。那因为那个这个0808 Open Beta 好像被换完，哇，有够快被换完，所以这个好像目前不能用。那我立刻再找了两个免费的资源给大家，第一个是 My Card， 那我会把这两个连结也都放在影片的说明栏留言那边，大家可以点选这两个留言过去，或者是到我这个文章赶快收藏起来，我都会固定更新最新的免费资源在里面啊。那 My Card 的话，这边它是可以去领这个免费的光辉智粉跟乐土币啊，那这个也是限量的啊，所以你们赶快去领啊，如果有领到的赶快就去储起来。这个虽然是免费资源，没有钻石，但是这个是很珍贵，出席很重要的材料，强化材料，因为一定会花完。那后面的话，它现在储值活动的话，170点跟990点那些都有那个储值回馈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三毛的买卡有卖93折的，可以私讯三毛的粉丝团，然后跟三毛讲说你要买点数，那我们就可以，我就可以传优惠讯息给你知道。那我之后等一下还会再 po 一个氪金的影片，我要买月卡跟周卡比较划算的影片给大家做参考。那另外一个序号的话是巴哈姆特的。巴哈姆特的话，他现在有送兴旺之石30个跟命运之药乘以一个。这个的话，你在这边只要去追踪铃兰之界的 FB 这边按追踪，你就可以获得，你初次建设就可以获得。那下面的话不外乎巴哈姆特的虚宝都会要去做一个分享，那这个分享的话你就去分享。那活动奖励的部分的话，其实分享的部分就也还好，我目前看起来他分享的奖励其实好像没有特别写，只是要抽奖而已。对，你分享好像就是抽奖，分享好像就是抽奖而已啦。啊，所以最主要是上面那个虚宝啊，你虚宝只需要去追踪就可以获得了。那因为这两个都是各自隐私的序号，并不是这种公共序号，所以这两个序号的话大家自己去领，那有领到的欢迎影片留言跟三毛说，然后记得把这个文章给他收藏起来。我就如果或者是说你有看到其他不一样的虚宝，欢迎影片留言跟三毛说，三毛会赶快更新，持续的更新铃兰之界最新最新的兑换码给大家。好，那本部影片就是提醒大家有这个序号啊。那在如果你喜欢三毛的影片，然后三毛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帮三毛数值三连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影片留言讨论。我是三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如果想看更多有关于铃兰之界的游戏资讯，欢迎扫码加入 LINE 社群与玩家们讨论。FB 粉丝团以及部落格也会不定时更新文章。最后别忘记帮三毛刷 IP 频道数值三连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是三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